等一下，哦，原来走过去了，哦，又是幻影，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他死前的幻象。亮了，亮了，先看一下那个报纸吧，因为没一起读过，这后面这个，这下面这个，著名歌女如月，香消玉殒，1934年，来你们，5月30日晚，如月大饭店的如月小姐。 死于饭店2楼的13号房中，尸体被发现时如月疑似中毒身亡，眼流血泪，死状可怖。如月死后，他的挚友如月大饭店老板将13号房完整封存，再不开放所有如月生前物品原样保。啊，所以进去还是能看到他死之前的样子。那个上面是什么？哦，就是那个说明书是吧？我们先看看怎么上去吧。往右转，往右转，对，应该是往右转。 它上面写的往右转，上了，对，上了。哇，它上去了，它那个承重是250公斤，两个不止。我们就分两波呗，三三吧。我也上吧。哎，但是你们上去了，我们怎么上去？我觉得上面应该也有一个转轮或者什么。那有那个写的的吗？你看那个说明书嘛，把说明书看完哦。怎么就上？顺时针转动，哦，逆时针转动下降。如果持续快速，决定上升速度。 一楼使用者顺时针让其到了2楼，遇难者到了2楼之后，一楼者转动一楼转盘将会运到1楼，2楼用2楼转盘。2楼也有转盘。还有个控制绳。将控制绳降到1楼。哎，我觉得你们拿这个上去看一下吧，那个2楼的控制绳要怎么？看一下这个吧，然后到时候怎么操作？哦，我们一起来吧，你往上拉，我往下拉就好了。会很沉吗？不会，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小齿轮啊。 动滑轮嘛，它省力，但是就是慢。对，做工是一样的，越省力越慢。对，能上就行。哎，这是不是应该这样？我慕容云海，这是天，这是云，这是风。对着云，对着风，对着鲜花彩虹发誓。我这一辈子只爱出玉勋一个人。云。 哇，火树！你是火轮？你是喇叭？疯狂做工，你看，好像那个爆米花的大爷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不是我们要绑他呀？没有，走过去吧。又来。那还好，这无所谓。 这个没那边可怕，你少来，你一会儿又走不了。你可以了，哥。好了好了，小心点，不行。OK。架过去。好，小心。好。一步就过了。把线弄下来，这个应该就快了。哎，现在比赛。 可以了，我们上吧，该他们了。来来来，我来。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九叔，你这什么？咋卡住了？我来试试。 是时候，哇，真正的技术了，还是很快啊！哇，你无影手吧你是？哇，火速上升，怎么突然像电梯啊？我们像火箭一样嗖嗖嗖的。可以了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几位？火速真熄灭，欢迎二楼几位？三位。 走了，朋友们。